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死亡对佛教徒的启示。吉祥快乐之道，佛教徒的生活态度。第五章，如何正确的面对生老病死。第五节，死亡对佛教徒的启示。死亡对佛教徒而言，有几个层面的启示。一，有情众生只要出生，必定会死亡，绝无例外。二，勇敢面对死亡。三，应经常修习死随念。四，面对亲人去世，不需要伤心难过。五，做好自己和亲人随时可能死亡的准备。六，为了有更好的来世而努力。一，有情众生只要出生，必定会死亡，绝无例外。即使像佛陀这般伟大的有情众生，已经完全断除所有烦恼，神通广大无边，最后还是无法逃脱无常的法则，死亡的命运。因为有情众生一旦出生，必定会死亡，因此总有一天我们也必定会死亡，只是来得早或来得迟而已，绝对没有例外。二，勇敢面对死亡。既然我们必定会死亡，逃也逃不了，明智的做法是勇敢地面对死亡，不需要害怕，其实害怕也没有用。三，应经常修习死随念。想要对自己未来的死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勇敢地面对死亡，心平气和地面对死亡，能够不生起丝毫忧虑和悲伤，就必须经常修习死随念。可采取以下的其中一种来修习死随念：我必然会死，我的生命是不确定的，我的生命以死亡为终结，生命是不确定的，死亡是必然的。修习死随念能使人升起悚惧感，悚惧感是指观察到世间的不圆满而升起宗教的迫切感、警惕心、设立心。修习死随念能使人不放逸，精勤努力，进而善用生命。四，面对亲人去世，不需要伤心难过。因亲人去世而悲伤难过，这悲伤难过是不会有结果的，死者不会因此再复活起来，不但对亡者无益，而且这种悲伤是与嗔恚相应的不善心，会使自己积累不善业。五，做好自己和亲人随时可能死亡的准备。死亡不只会在你们身上发生，而且也会在我身上发生，甚至会在所有众生的身上发生。既然死亡必将降临，只是来得早和来得迟而已，因此我们应该做好心理准备，无论自己或亲爱之人随时都可能死亡。但由于没做好心理准备，就会惊慌心乱，甚至伤心难过，因此应该接受这不可改变的事实，做好自己和亲人随时可能死亡的心理准备。六，为了有更好的来世而努力。佛教讲究的是因果、业果法则，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想要有好的来世，
就要广修善业，诸恶莫作。佛陀的教法非常殊胜难得，大家应善用人生，好好的把握机会，遵照佛陀的教法来奉行，才不会错失良机。一旦无常到来，人们必须面对死亡，因此大家应把握随时可能死亡的无常生命，精勤的修习佛法。萨度，萨度，萨度。